呢，就是根据什么那个蝴蝶两个字，所以最后还是要字的。那你会发现那个，题目里面多半就是一定有背景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主题，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个字。那理论上你们将来的期末报告至少也会有这些东西啊，你就把它尽可能的用 Photoshop 的效果把它做出来哦。然后这一题的话呢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叫 PSD02-1 哦。那他说先怎么样呢？这个先把他的那个，他说要先复制一个图层，然后上图层，上图层指的就有颜色，然后并设定图层样式，还有个下层，下层的话是什么？一个白色，但是要扩张三个像素，所以其实它是两张图哦，两个啊不，两个图层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图层哦，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啦，长得就类似这样，一个图层两个图层哦，那我把它先恢复成原来的，OK 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它第一个动作是要我们做的是把它复制一个图层，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它这边按一个右键把它复制，复制图层在右边，按右键复制一个图层啊，然后图层的话也许这个一个是白的嘛，所以也许叫这个叫做蝴蝶白哈，这个名称它没有要求啊，不过为了好辨识，也许一个是白的，白的话是它要再放一个是在上面啊，蝴蝶在上面，白的在下面，所以把白的放在下面，然后蝴蝶这个的话呢，它说要做什么呢？这个呢，它说上图层，上图层就是把它的颜色改成25/2032并且设定图层样式内阴影的效果，所以内阴影它没讲要设定什么效果，但是一定要打开就对了哦。所以呢，如果假设呢要把上图层颜色这个颜色要把它填成题目指定颜色的话，那第一个啦，当然你要把这个蝴蝶这个字把它选，就是把那个字的部分选起来。那我前面讲过了几个方法，但你直觉想到可能就是用什么，用那个前面讲过的快速选取或魔术棒，其实魔术棒那个快速选取都可以的，比如说魔术棒点一下，但是魔术棒有个缺点，就是像里面这些它不会选到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选到的话，你还要再另外再利用加模式再去选，这个是一个方式了选完之后还要怎么把它反转过来才会是选到字。除了这个方式之外，把它取消选取一下。其实好像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。如果你要选取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这个图层的小缩图上方按右键。那因为呢，它的背景是透明的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？我前面好像讲过，如果它背景是透明的话，它会出现的是这种状态，就是有点像什么，像这种黑灰色、白色、灰色、白色这样的状态。那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，你可以按滑鼠右键，可以把它找到有一个功能叫做选取像素。那所谓的选取像素就是说，因为它背景是透明的，所以选到的一定是有颜色的地方。有颜色的地方的话呢，那就黑色的地方，按右键选取像素。那这个选的方式应该是会比魔术棒或快速选快太多，OK 所以我是比较推荐。不过这个是前提是它的背景是透明的状态才可以哦，如果不是透明那不行哦。第一个步骤 OK 之后的话，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把它编辑，填颜色的话就填满。那填满的话呢，给它颜色哦，所以内容使用什么呢？找到颜色，颜色的话呢就分别填上 R25G203B 是二了应该这个就是个25/2032，OK 所以把它填上，按确定，再按确定，好，填完 OK 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上面的这个图，不对，我好像做反了，这个应该是白的才对，不过没关系，干脆把这个往上移好了。我好像做反了，那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就把它的名称看看改成这个叫黄好了，
那我干脆这样好了，就是干脆把这边改成这个就改成白的，这个改成黄的算了。OK 哈，不然的话我要重新再做，比较麻烦，我干脆这边改成白的。好，那白的话怎么做哦？黄的 OK 的啦哦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白的部分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白的，而且它这个题目有讲到，就是说下层将其影像修改扩张3个像素，填入白色。哎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大小扩张3个像素？哎，扩张特别注意哦。因为现在选举区如果太小，你希望让它往外哦，而且往外是全部都往外哦，那你可以找到目前的选举区哦，所以选取，那里面有个功能，如果你要把它做变动的话，那就是所谓的什么，就是修改，在修改里面的话呢，会看到有一个什么，哎，你会发现它里面居然有个功能呢，叫扩张，那你如果要缩小，你可以缩小，扩张，哦，几个像素。哎，题目刚好3个像素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扩张它就会把原来的选举区域全部都扩张出去，哦，3个像素。哎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很简单，再利用这个选举范围哦，把它填满。啊，填满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填，如果把它扩张出去。填满3个像素就 OK 了，可是我看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这一个啊？对，这个眼睛没打开，这个好 OK，然后再编辑，哎对，哦，这个地方如果没打开的话，不能填满，OK 哦，所以点它一下，编辑填满，然后呢，把颜色改成白色的，按确定。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哦，就可以底下是白色的，有没有？3个像素，上面的话是黄色的字。可是如果你说老师，那现在看不太出来啊，你看这个看起来好像啊，记得选举区把它取消，选取，取消选取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个背景看不出，那怎么办哦？其实有个方法啊，就是要不就是你把背景怎么样，填成其他颜色，所以编辑填满。填满的话不要白的，改成黑的哦，这样不就看得出来了？OK 哈、哦，啊不过啦，其实没也不一定说要把它改成黑的，你把这个图层复制贴过去应该可以的啊、哦。哎，不过刚刚我好像漏掉一个动作，它好像说上层的色彩并设定图层样式内因，所以图层样内因好像没做，上图层的话我就直接点这边上图层嘛哦，点2下。然后呢，找到内阴影打勾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其实它主要就是你要有内阴影这个效果啊。它好像没有讲到说要做什么其他的设定，所以我就不设定了，我就打勾就可以按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完成。完成之后的话呢，我就把这2个图层把它连接起来了哈，然后把它移到这边来哦。所以把这2个连接的话，还记得吧哈？先选白色。再按开按 Shift 键，然后按滑鼠右键，选择连接图层，OK，2个锁起来了。再按右键复制图层，把它复制到这边来，哦，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 PSA206，OK，把它复制过去哦，看一下，哎，它就过来了，哦啊，最后的话放的位置在哪里？放在大概中期这个弧。叠的弧在中间，这个在右下角这个蝴蝶的上方哈，所以用移动工具点击它，放在中间跟这个的上面，然后两边再比对一下，哎，好像差不多了。OK，不过哈，你会发现这边好像它是黑的，我们这边做出来是白的，所以理论上是不是在那个渐层的地方，是要把它弄得黑一点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可能，可是题目里面没讲到，这个就蛮奇怪的。OK，这个我想你们再试试看好了，如果有什么发现再告诉我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